因为我们今天从香港请了一位名设计师，他剪一颗头发破万，那就是我们的 Wallace 沃老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严正 Wallace。哦，沃老师剪一次头发真是破万的，听说他有机会帮我剪的吗？真的太开心了！那沃老师，你今天带来什么流行资讯给大家呢？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发型是2018年红遍全欧美的眉上刘海。眉上刘海？今年是流行眉上刘海吗？这么可爱啊！这一波的潮流在上年的这个智慧型手机最时尚的 iPhone 所掀起的，基本上那个时候在全球已经非常流行，甚至在欧美已经有全家人都在剪。哇，全家人都剪，好时尚哦，好可爱啊！怎么这么可爱的造型啦？今天老师就是要帮你剪这个发型。老师，我适合这个造型吗？因为我的脸是比较……所以你是在质疑老师的专业吗？哦，不是啦，我的意思说，我怕这个时尚我撑不起来啦。你就放心好了，今天老师会帮你戴上这个丑陋的金灯。好，老师，你为什么要垃圾袋啊？为什么不用围布啊？你不要小看这个垃圾袋，这个是我从香港特地带过来的。哦，香港垃圾，哇，有果香味耶！哦，好时尚啊！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喽。老师，我真的可以吗？我就觉得我怕我不适合啦。你就给老师一点信心 ，OK？ 如果大家跟老师一样怕剪坏的话，不是啦，就是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，怕剪坏这个的头发，然后跟不上流行的话，老师在这里介绍一个秘密武器给大家，就是这个，只要把它盖上去。那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剪喽。哇，一定会非常的可爱，非常的时尚。我的头发，好期待，好期待，一定很可爱。真的超可爱，超时尚，没有在开玩笑。好期待哦，不知道会变成怎么样哎。多少时尚节奏，好期待哦。好。整个智商降低十几岁，出门记得带身份证，因为警察看到怪怪的人一定会被拦下哦。出牌没？我老师，我很喜欢这个发型啊。如果你真的不太适应这个发型，来，这个是老师的卡片，你要来老师的店，我们